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妹妹啊。最近疫情高企不下，嚟紧又有好多节日，又要做冬啦，又有圣诞啦，仲有新年添。唔想匿喺屋企，想同亲戚朋友出去聚一聚，咁就要睇晒我今日呢条片啦。睇下食啲咩可以帮大家个身体打好个底子，咁样去边都唔使怕啦。第一样要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强肺益肾嘅冬虫夏草啦，嚟自西藏拿曲 100% 野山，色泽金黄，干度十足，仲香味好浓郁添。121-140支，半两而家只要6688蚊咋。想食得方便啲，仲有 Doctor Tam 虫草胶囊，每日两粒，帮你增强抵抗力，对抗长新冠。而家买两盒仲有8折添。另外，我哋仲有培植冻干冬虫夏草。虽然冇我哋嘅野生虫草咁珍贵，但系价钱就相宜一啲，每两只要3888蚊。正所谓人强抵百病，就趁依家开始食定补品等通关啦。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三款保健套餐，每款都只系988蚊啫。如果想养颜醒脑嘅话，我哋有印尼特级般燕同埋有机灵芝猴头菌胶囊。入面嘅猴头菇精华可以帮你强脑益智，激退脑毛，而燕窝就可以帮你润肺养眼。想撞肌抗毒嘅话，有我哋嘅秘鲁山顶纯正黑马卡粉同埋速效早晨灵芝丸胶囊。早晨灵芝可以帮你提升免疫力，而黑马卡粉可以帮你恢复体力，改善睡眠质素。想补血强身嘅话，有我哋嘅日本本草个即食阿胶帮你补血养眼，仲有加咗韩国高丽参精华嘅印尼特级官燕帮你润肺强身。三款保健套餐俾你揀，总有一款啱你嘅。嚟紧圣诞节开 party， 交换礼物梗系唔少得啦。我哋有三款套餐俾你揀。首先就是开心鲍鱼孖宝套餐，入面有一罐纽西兰头罐鲍鱼，同埋一包美国一级开心果，一套只要218蚊。仲有红烧鲍鱼天然肠套餐，入面有一罐红烧6-8头 BB 鲍鱼，同埋一包加拿全天然腊肠，一套只要148蚊。仲有片片心喉糖套餐，入面有一盒北美 No.1 片片心，同埋日本本草角喉糖，每套都只系168蚊咋。觉得未够重手嘅，仲可以加多68蚊换购2支美国有机冰糖即食燕窝。咁丰富嘅圣诞礼物，无论边个收到都一定开心啦。圣诞 party 礼物就有啦，咁点少得食物呢？我哋有极佳级厚切嘅加拿大雪花西兰扒，每件只要128蚊。橡木燻製8小時嘅蘇格蘭煙燻三文魚，三包只要149，仲有酒店級嘅日本白酒魚，每包只要88蚊。德國摩扎爾白酒，3支只要399蚊。仲有兩款法國波爾多紅酒俾你揀，2015年嘅2支只要268蚊。如果兩口子嘅話，仲可以揀呢隻2019年嘅半支裝，2支只要139蚊，一人一支。咁多款保健产品同埋好食材，嚟緊星期五六日记得嚟大赞买晒返去，食定强身，咁就去边都唔怕啦。